大家好，我是妮妮，我是女生，已经十一个月大了哦。我几乎天天都会出去冒险，我也常常去找其他人和同伴玩。我两个月大的时候，爸爸妈妈把我带回家，老板那时候说我是茶杯贵宾。那时候我真的很小只，才0.5公斤呢。我很喜欢玩，那时候我吃一汤匙就很饱了，那时候真的觉得饲料好好吃哦。不要只一直看着我嘛，快带我出去玩啊。要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、按铃铛哦。不要看我小小的年纪哦，我现在可练得一身的好功夫呢。我从小就勤学叶问的咏春拳，来吧，一个打十个，来哦。黄飞鸿的无影脚听过没有？我也会哦，南拳北腿我样样精通。我甚至比金庸小说的周伯通还厉害，他只会双手互搏，我四只手脚再加上嘴巴都可以互相打架哦。我轻功也很了得，凌波微步是我的专长，没人可以追得上我。所以我可以天天出去冒险，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。蜘蛛人就说过，能力越大责任也越大。你这打什么拳啊？裤子拿起来，裤子穿上，他来了。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也想出去哦？啊，你刚才不是在床上？你怎么下来的？啊？哦，这样哦，要出去哦？哦，好，等一下啦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再出去啊、哦！我先穿一下裤子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
欸，你做素食哦，你。走了，走了。它叫麻吉，对不对？可乐。哦，可乐，可乐，对对对，可乐。哎，不要乱吃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不可以哦。他叫妮妮，对，他以前都一天都遇他好几次，最近比较少遇到。拜拜！哎，你要摇树叶了，不要摇，不要摇，不要摇。哎，不可以啊，不可以。干嘛干嘛？哎哎哎！哎哦哦哦！哎，走啦！哦，你做素食哦。哦，摇尾巴了。你们的多大？我十四岁。哦，十四岁了。对啊。我看不出来。谢谢。她是妹妹哦。哎，才十一个月，还不到。哇，小朋友啊。嗯。漂亮。所以才那么爱玩。活泼的。哎呀，很可爱。嗯。拜拜。
哎，波波啊，你在干嘛、啊？你在干什么？我去。哎，你好像很熟的样子。你家的狗刚倒了。哦。哎呦。乱摇，哎呦！哎，在咬什么？不要乱吃。